Hello，朋友们，今天的工作开始了。现在我准备卷着屋开始打包发货。这是昨天朋友们下单的东西，我现在打包发货，装好，搁这等着，等着会儿快递车回来了啊。俺妈俩分工明确，我先打包发货，俺妈给屋挑下备下。等会儿我打包完，然后回屋，我给该洗了该刷了弄弄，然后俺妈俩再继续一块儿给那锅贴啥都包出来，然后都开始出摊了。看看俺一天的工作安排啊。俺妮儿，你瞅瞅你来家妈用用，俺搁这儿没人管俺，俺都搁这儿看动画片呢。家妈先给这单儿打出来啊，乖，家妈用一下。今天没有多少。没有多少，这都是漫画啥的。没什么大愿望，没有什么事要干。看见路口红灯一直闪，它像眨眼的小太阳。乌云还挺大胆，顶在头上吹不散。我抓在手里捏成棉花糖，什么烦恼不能忘。既然是路一定有转弯，那个风景都漂亮。揉揉疲惫的眼睛，停下来看一看。我打包完了，现在回屋开始洗刷，开始包，把菜这样这些该洗的东西，然后给他拿屋，该加了调料的加加。欣赏一秒迷迷糊糊的浪漫，只要一觉醒来穿的洒满阳光的温暖，不去想不必想，不用急急忙忙说一个答案。笑一笑就灿烂，唱一支歌就舒展，收集一点一滴小美满，都是幸福的花样。一切准备就绪，现在准备出发啦，准备出摊儿。走，今天得带住这俩小地溜。拜拜，走，出摊儿。将近五点来了。然后直接摆到这儿了，今天没挪摊儿，还挺好嘞。刚俺爸已经把俩孩儿带走了，今天他下班比较早，今天的生意还不是多好啊。过年过干过半年都不会好，非得出这一个月。慢慢来，慢慢来，反正这几天准备的东西也都不多。俺来了都是先把摊儿支好，支好，然后六点多该挪摊了。今天没有挪，直接支到这儿了。现在都是等到一直在等客户中。今天更惨淡，一天不剩一天，咋弄啊？那你没法啊，刚过完年，那你只能熬啊。熬到春天。还是学校门口吧。明天我这里我安排好了，明天中午我去那儿瞅瞅。去那儿看看。明天中午。嗯。要晚上了不中我去瞅。咱俩要出来走。四五点钟出来。中午没啥事儿，吃完饭那会儿让我去那儿瞅瞅，去溜一圈。我几个想去瞅了，然后谁的也来得及，我也没完了乖。没事儿。今天哎呀，看着天气比昨天好，但是今天又风，今天比昨天还冷了。
你看也没啥人，等会儿看看都早点收了。按照一天忙碌的生活就这样，收完到收摊那一刻都结束了。也不是说多忙碌，反正就是感觉事儿可多，就是不是大七大八的小事儿，能这样能那，一直都是。反正一天都是到收完摊算是都结束了，每天都是这样，日复一日忙忙碌碌。希望等天气再好一点，然后等这个正月过去，希望咱们的生意越来越好。收摊了，朋友们已经收拾好了，骑两辆车准备回家了，垃圾也收拾完了，倒好了，俺妈一辆我一辆，现在打道回府。今天收摊更早，还不到十点了，现在都收摊走了。一是街上确实没人，在这等了有半个多钟头，快一个钟头也没有来一个人，而且今天风大冷，看我的嘴都快睁不开了。回家，天冷了生意不好了咱就早点收，天暖和了生意好了咱就晚点收，是不是？咱们一天的工作结束了，拜拜。